Good morning， 今天是我隔离的第七天，然后今天要来做快筛。刚刚那个卫生局的人打电话给我说：“小姐，你做快筛了吗？”我说：“我现在做。”这是戳鼻子的吗？哦，我眼泪都要出来了。15分钟，今天星期三嘛，每个星期三都是最忙的，因为星期三有很多固定的 meeting， 呀、yeah ，好，我现在看应该是一条线，耶、yeah ！我今天有几个 meeting 来的，一二，我有三个 meeting， 然后我的代办事项非常的多，虽然已经划掉了很多，但是，哎呀，刚刚还有一些啊。我最近在工作上面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脑子动得比我的执行力还要快。这是什么意思呢？例如说我现在想到啊，我有一件 A 事情要做，然后可是我马上又想到啊，我还有一个 B 的事情要做，然后这两件事情如果是太不相同的话，我就马上把 A 给忘记了，然后过一阵子我就想到啊，不对，我还有 A， 可是我那时候正在做的可能有 C 跟 D 跟 E，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发现我的脑子可能动得比较快的时候，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跟上去执行它，所以常常会拉东拉西。喂 ，Hello。好。哦 ，OK。好 ，OK。好，那大家到齐了，那我们开始吧。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arving. 我现在有100件事情要做，但是你看我刚刚收到了什么？我最喜欢奶精了，我最喜欢这种不健康的东西了。嗯，啊，回台湾真好。等下看一下外面下雨，下得非常的凶，稀里哗啦。那我听到声音吗？我刚刚拍了一个 Q&A， 然后我今天要早一点睡，因为我其实今天晚上的12点就可以离开了，但是我没有想要半夜还要拖行李回家，所以明天早上是我爸会来载我。但因为我爸明天好像也要去上班，所以他会提早来接我。我爸的生理时钟跟我的生理时钟是不一样的，但是没办法，也叫我要有求于人呢。对，我等一下弄一弄也要收行李。虽然说我才住了7天，但是我也成功的把我行李箱里面1/3的东西完美的分散在这个空间里面。Boy, skater boy, why'd you pick up and leave? Skater boy, skater boy, look what you've done to me. I am not a toy that you can just play with. How all of a sudden you acting jaded? Oh, keep it on the low. Say that you just wanna keep it casual. 我要重见天日了，各位！但我现在有点多东西，我有1、2、3、4、5，我一个人可以扛到5袋东西吗？我也是挺怀疑的。黄爸爸，有想我吗？有啊。有多想我？宝贝当然会想你啊。哎呦，以前小时候都是爸爸问我们说有没有爱爸爸，然后我们说有，他就说爱哪里，然后我们就要回答爱全部。对吧？嗯，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 ？Daddy, we have prepared a fantastic dinner. Fantastic dinner, nice. On Friday night. On Friday night, okay. 哇，我
我两年没见的姐姐，果然还是跟我印象中一模一样。我一打开门就看到你瘫在椅子上。不要这样子，我就穿着邋遢哎。你有哪一天不邋遢的吗？而且你明明就听到我人在外面，你为什么没有出来迎接我？我可是你两年没有见的妹妹。两年半。你还好意思哦？我回到家之后呢，我这位姐姐连杯水都不肯倒给我喝，你刚才假装没有听到我在说话。我很认真。哎，算了，失望透了。因为我回香港的班机也被取消了，他说从七月开始他们那个班机就只有飞固定的几天。好了，不要吵我，我在喝拿铁。现在喝的，现在赶快跟我喝。我一直在 quarantine 也是在家里，我的造型依旧是就是一如往常，没有任何的改变。好，我来讲解一下为什么我现在会在家里吃东西呢？就是我姐那时候从美国回来，隔离完之后回到家的第二天就确诊了，所以他们说我刚回来的这几天，只要我在家里，我就要自己再 quarantine 一次。就不是说我在家里不能活动了，就是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然后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讲了一下我这几天的一些规定，就是我尽量就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如果我要出房门的话，就要戴口罩。然后我们家有三间浴室，然后我只能用其中的一间，就是降低可能的风险。没关系，也不差这几天是吧？然后我妈今天给我买这个211减糖减脂餐，是在暗喻什么？以前我可是不能够在房间里面吃东西的，你知道吗？以前如果在房间里面吃东西，大家知道我在唱什么吗？如果知道的话，我觉得你很棒。回家，我妈就说：“你是不是去买那个毒药奶茶？”我说：“对，孤单、寂寞与被遗弃感是最可怕的贫穷。”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好，我今天点的是我最喜欢的早餐，那就是这个培根蛋饼。对我来说，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朴实无华。喂，你好，哎，我现在在拍 vlog， 你跟我的 vlog say 个 hi。Hello。我刚从酒店回来，还没有收拾行李，然后我现在要来洗这一堆累积了七天的衣服。说来惭愧，这里以前是我妈的地盘，我们几乎不会自己。It's coming through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ow much it means when you spoke to me. 你们可以尊重，一下我的 vlog 吗？Sorry。我们今天戴的都是我姐姐家的口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哦。因为我九月要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婚礼，然后我是伴娘，所以我现在要量那个尺寸给她，交给你们了。你会量吗？其实好像不太会，我负责记。我可以相信你吗？你要量？你只能相信我，不然你怎样 ？Above bust。好。我是三个，哎，不是，你这样，然后你告诉我要怎么量 ？Above， 对啊，胸上围。对呀。好，结束。
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大姐，这个是我二姐，我们相差5岁，我们相差3岁，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谢谢大家，拜拜。这个 ending 是，他们还是很爱我的，拜拜。这个无言的 vlog， 拜拜。Bye.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